我今天先发，我本来要排逸翔跟全哥，我让你丢，你有表现出来了，打不赢别人练嘛，再练嘛，再练嘛。啊！还有，打到后排来，后排接住。啊！两传。哎，这边外传没限制，但这个没有哇！哎呀，太伤了。中了，中了。必须要出手了。好球！进球！强力，强力抢入球。好球！有球！穿越安打。他是从上面丢下来，是从高地一个甩出去。他是侧头，侧头哦。这个基本动作啊，非常扎实。红队10-7啊，这场比赛领先幅度最大的，领先3分了。德武肖凯的出手。哎呦！黄队马上要追分了。好球！侯佑宁的这一球也是可以列入啊，那个五大好球啊，第3名了。是。这一球啊，传的超远的，张家生掌握的时机点刚刚好。对，对面而来像传球一样啊，好球！杰鲁跟徐伟泽应该是接到杰鲁没有接稳，让红队再次得分。所以这防守啊，真的是非常来后排上去，没有防守就没有空隙。五元上去。这一个一颗心哇，曹永宁一个箭步啊，好像有一点点，就把那个球给接到了。好球！想办法，回去加起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徐伟泽马上得手。曹永宁还可以跳吗？哇，他的角度，直接转换左手，对，中间攻击。也是可以左右开弓的，虽然左手力道没有右手那么强，这边位置，但是改变了角度。好球！红队的防守部落精通。三打，好球！红队这手也守下来。对，红队得要先守下来，转手为攻。在下半场的红队是把老妹妹换上先发。按着下场休息。何佑宁没有出手，多漂亮的接球！哇，进接的更漂亮。对，赶紧在同一个角度呀，想要短打，越区了，越区落地了。哎呦！好球！哇！慢点！何佑宁迅速的打了一个小球，站在原地直接丢。没。李晨曦，哇，后防的郑敬欣想接，但接不到啊，球在面前落地。是，但是郑敬欣这个精神可嘉了，整个飞扑过去，16-10了，打宽，球权交换，红队的进攻屡屡得手，林志宇上来。哇，要被守下来了，夏普阳。慢一点，没错。训练的时候也展现体能怪物的实力呀。曹佑宁，又往边边打。对，根本就是投那个滑球，外脚滑球出去呀，还是10分以上的差距啊。红队这个时候可以反击。对。又来。真的是无解。这个刷边的曹永宁打到目前为止每球都得分，无往不利啊！后排，前锋攻来了！哦，攻守俱佳，曹永宁。人工安之，好球！安之接得手。黄队都有在蹲在好的位置，对，判断力都非常准确，但就是接不起来。好球！哇！不过曹佑宁也是单手捞的很准。哇！球进了，是吗？这个时候阵中一定要有人跳出来画个虾也好，把气势给重新拉回来。志宇的出手，红队的防守真的是跟他们的攻击一样有威胁性。球！这一步还是慢了。比赛
赛只剩下一分钟就要结束。一眼成功。哇哟，吴宇飞，吴宇飞也很拼。黄队准备。来啊来啊，不要放掉！前面的红队只有两个人，虽然说有摸到球，但还是被球给溜掉了。比赛剩下五秒切断了。好球！好球！夏侯阳直接旱地拔风跳起，抓下进球。七六五，攻啊攻啊攻啊！四射，时间也到了。比赛结束，红队是以31-17拿下了小固城项目的胜利，同时红黄两队的奖杯数都是15座，一模一样啦。你们要很认真看待这个事情。现在平手了，你们要继续输下去是？你们打完比赛能看吗？讲真的能看吗？我们今天打到哪一次快攻？我今天先发，我本来要排一翔跟全哥。对不对？你说他能丢右边，我让你丢，肯定有表现出来的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你们全部人上场，你就有自己的责任。你比赛就这么现实嘛？对不对？打不赢别人练嘛，再练嘛，再练嘛。你不是来玩的。你们在球场上会没有自信，就是因为你们练习的分量没有办法支撑比赛的强度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来就是竞争嘛，讲难听一点，运动就是竞争嘛。你要么比别人好嘛，要么我输了比你练，我比你苦练嘛，我练到你话都讲不出来了，要不然我们怎么赢呢？我问你，我们怎么赢呢？你连换谁都一样嘛。你们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们一直输？有没有听到？有有。